提前规划2017年的全球旅游，第一项最不能错过的盛事，很多的旅游杂志都会推荐历史超过百年、排名第一的巴西嘉年华会。而且2月份就有为期5天在里约热内卢展开的疯狂森巴秀，这行程要怎么规划呢？动能新闻特别请到拉丁美洲旅游达人来为观众朋友解说。结合性感华丽的装饰、古铜色的好身材、扭腰摆臀、大跳森巴舞，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嘉年华。从超过6英里长的森巴大道中，特别选择视野最好、空间最大的包厢，可以一连超过8小时彻夜狂欢。更棒的是，还能合并多国旅游配套，一路畅游。那3国、4国、5国的行程呢，都是上半年1月呢到5月最好，尤其是3月份呢，只可以看巴西的嘉年华。大老远飞一趟巴西，感受嘉年华热潮外，多种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过去知名的风景名胜照片，飞一趟拉丁美洲，还可以顺道走访3到4个国家，独特风景与人文，当然不能错过。一次去呢，你就可以玩玩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鲁，所以可以玩一些南美洲最棒的景点，包括去看看耶稣山在巴西呢，或者是伊瓜苏瀑布在阿根廷跟巴西旁边。然后呢，到秘鲁呢，不能错过的呢就是马丘比丘，世界7大奇景之一。而面对已经多次游览拉丁美洲的游客来说，除了可以回顾年年都有惊喜的巴西嘉年华之外，才刚开放观光的国家哥伦比亚与古巴更是2017年持续火热的好去处。去 Colombia 呢，我们明年特别会有一个团呢，是9月份跟东森一起走的。那去古巴呢，整年都可以去。打出美国华人旅行社中最专精巴西嘉年华旅游且经验最丰富的旅行社之一，拉丁假期巴西嘉年华之旅机票花费即将额满，欢迎有兴趣的观众把握最后机会。东森新闻叶永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